他为我和霍将军硬刚的样子好帅啊，他是不是也喜欢我呀？陛下和霍将军都已经认出他来了，就算我不把他握在手里，别人也势必会抢走。镇国公那人心思缜密，做事从不留痕迹，除了云娇别无软肋。可他仿佛也逐渐成了我的软肋。吉祥，你不是一直想放烟花吗？就算我报答你，为我跪了那么多天，这你都知道，这很难买吧？都宫神通广大，什么买不着？都宫，这是都宫让买的。都宫。没事，咱们一起放烟花。灯火再好看，能有烟花好看吗？最喜欢看烟花了。爹，娘，如果说这世上真有一码归一码的事，那我是不是可以不把她再当成那个人的女儿？那个孩子就像烟花一样灿烂，但灿烂的事物总是很短暂。不问结局，只为真心。这是你许的愿望。人活一辈子呢，老天爷注定的是命运，但自己能决定的是真心。我自小运气就不是很好，以后好不好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决定从今以后我要听从自己的真心，就算摔死了，我也要做个开心鬼。我是不是不该出现在这儿？
杜公，刚有消息来报，长生祠的暗线快暴露了，需要马上撤离。啊，长生祠？嗯。什么暗线？是先生暴露了吗？都不是，但镇国公的眼线出现在了长生祠，想必是账册给了胡将军之后，他们觉察到了什么。你现在就出发，掩护孩子们的行踪出城。啊！切记，不要闹出大动静。等会儿。嗯？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呀？送孩子去哪儿？我也要去。不行。你让我去。那帮孩子很闹的，但是他们听我的。你让我去，肯定比富贵去有用。哎，好，富贵，在，务必保证每个人的安全。是。杜公，陛下，请您过去一趟。督公大人，九千岁。是护将军大人。哎，陛下宣你了吗？我本来说到你府上去坐坐呢。想必是不是您又看上我府里哪位宫女，想让我当月老吧？您都一把年纪了，得注意身体啊。王苍，不是，不是，大人。本座今天心情着实不大好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脾气臭，杀气重。哎呀，我就是想问问你啊，那丫头身在何处啊？大人，我都说了，你一把年纪了，这么多夫人还不够？慕容藏，你少装糊涂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云娇。啊。莫不是我那干儿子得罪大人了？慕容替他给您赔不是。本将军找他自有本将军的理由，督公大人这般拦着，怕不是心虚？我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何谈心虚？慕容藏，你少装了，那丫头跟先皇后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这般紧张的将她藏起来，你现在更令我怀疑你的身份。大人言之有理，但先皇后的尊容，小的是没福气见过的。不知道大人为何会将一个野丫头与先皇后扯在一起？难不成先皇后乃镇国公家妹，岂是你我二人能够妄加非议的？护大人如此激动，看来云娇的身世确实有什么惊天的秘密，那本座也理应查上一查。慕容藏，你不愿教人便罢，你何必在这里跟我巧舌如簧、胡搅蛮缠呢？我没工夫跟你废话，走。逐风似雨歇，猜不透水花镜月，碰撞的两朵云终成雪，洒落飘过今年。落笔怪枝断情绝，恨聚散无缘，诉不完这一场。